你知道我是用多少？请问我国小参加的田径队是什么项目？哦，那可能记错人了吧。请问前女友的胸部大还是我的胸部大？不记得啊，不记得啊。不是，欸，我没有回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，我是依林。情侣挑战之你够了解我吗？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全新的游戏。它其实有点像是快问快答，但是这些问题都是跟自己有关，就看对方够不够了解你。没错，那假设对方回答不出来，枕头伺候，一脸就给打下去，打下去。小心你的妆啊！小心你的脸够歪啊！哎，你最近讲话很脏人哦，怎么叫脸更歪？保护保护当心是不是？我先开始好了。是一人一题吗？对，一人一题问。一人一题吗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喜欢黄色还是蓝色？黄色。蓝色。这不是我吗？这是我。我也喜欢蓝色啊。我喜欢这种蓝啊。好，我打篮球穿的球鞋是艾迪达还是 Nike 的？我怎么知道？等一下。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这两个，就这两个问题，这两个嘛。不会，我不是这样讲的。不会，我不是这样讲的。我们这不是快问快答。我们不是快问快答。好，答对了。是我陪你买的那双吗？对啊。那不是艾迪达吗？那是 Nike 的，是吗？是 Nike 吗？那是艾迪达吧？我怎么印象是 Nike？ 你再去看，再去看。暂停。Five minutes later。什么？Nike， 哦，是 Nike。哎，有猫入侵。哇，打 AP。哇，动宝要出动了。动宝要出动。动宝要出动，等下再跟你玩。好，那我猜对了。好，再来。我起床第一件事情是干嘛？滑手机。最好是去上厕所。滑手机是你才会干的事情。我从闹钟起来，你是不是要按手机？那不是滑手机，那是滑手机。你的叫做关闹钟，但是不叫滑手机。滑手机是滑，大家懂吧？他是那种会滑手机，我起来就直接去上厕所。你现在问这么刁钻是不是？这还好吧。我大号的时候，大号结束，我都是用右手擦还是左手擦？来五，右手。哇。你知道我是用左手？不要讲这个，不要讲这个好不好？正常右撇子都用右手擦屁股，怎么可能是会用左手擦嘞？傻逼，傻逼！洗澡我会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？哎，这个我本来想说，哎，洗头。男的。正常都这样子吧？这应该正常都这样吧？不知道。哦，好。我最常喝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没有二选一，这也太难了吧！你起床先做什么？这个没得选哎，我都没讲了。你最喜欢喝什么？最常喝的东西，水。真的？不对，你要说饮料是不是？对，还是水。好想猜芦笋汁哦。那是爱喝的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芦笋汁啊？好甜啊，很简单哎。很常咖啡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这咖啡是最常喝的吗？出的好简单哦。我问你要被打吧。OK， 好。什么？我要被打？来，我的哪一只耳朵有两个耳洞？哪一只耳朵两个耳洞？我只是不常穿而已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右耳，右耳。为什么？因为男左女右。是这样吗？我记得是右耳啦，应该是右耳。确定哈？对。三、二、右耳。对嘛？我喜欢偏甜还是偏咸的食物？这也太难了吧！偏咸，是吗？我就不喜欢甜的东西啊。但是你每次吃很，我这么吃很重咸，就说好咸哦，想喝水哦。我都不喜欢吃太重甜或太重咸，但是偏向。好 ，OK。来，我这个要来问刁钻的了。请问我国小参加的田径队是什么项目？这个我知道，跳远。跳高。跳高，穿一个都快晕了。是跳高哦，应该是跳远。跳高。哦，那可能记错了。最好是，人人都田径队哦。我没事最常哼的歌是什么？啊，这谁知道啊？每个时间每个时段都不一样啊。就比较长，就有时候可能突然没事我就会哼。我的每都是你。不是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都是你。你是因为你最近在唱这首歌，所以你现在满脑都是那首歌，非你莫属，是吗？对啊，我很常会哼啊。没有吧？只是你没听到而已。烂
透了。请问，我睡觉有什么怪癖？啊，你怪癖很多哎，你说什么放屁呀、啊？我哪有放屁呀、啊？抠牙齿。我最好会抠牙齿。闻自己脚缝。我哪会？我看过吗？我有跟你说过。你有跟我说过？对。怪癖。对。可以啊。这不是怪癖啊，那个是每个人就是睡觉的习惯。哦，你好像跟我讲过。猜出来吗？猜不出来。给个选项啊。没有，你猜，先说猜不猜出来。猜不出来。好，可以给你选项。请给。一定要侧躺才可以睡得着，睡得着，跟脚一定要裹着被子。我哪个都有。没有。脚一定要裹着被子啊。对啦。这好像很怪癖啊。那算啊，你睡觉你就从来不会把棉被这样遮住脚，我一定要这样子裹住。我也会想啊，只是就看冷不冷、啊。裹住。你是因为冷，我是不行，我夏天也一定要裹着。哦，是啊。我可以上面不盖，但是我的腿一定要，我的脚一定要，脚趾头也要。因为小时候看那鬼片，就是脚都会这样，手都会这样伸进去抓你的脚，所以我一定要把棉被裹住，才不会被抓走。好，不是穿袜子就好了、啊。没有。一定要裹住，穿袜子也一样。但是它是保护，对，好像你被保护。对，一定要反着。嗯，所以这是怪癖呗。好，换你。鞋子穿多大号？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，换一个好不好？这你知道？这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我以前做鞋店哎、欸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男朋友鞋子穿几号？等下关着来吧，你都被打多少回头，脑袋都变小呆瓜了，脑瓜疼。我前女友们都多高？都多高，所以他们平均一般身高是不是？为什么自己不太清楚？随便出一个而已。好了，那我的最后一题来啦。啊，请问前女友的胸部大还是我的胸部大？我记得啊，我记得啊，不是，我还没有回答、啊，一定你大啊。你大，对啊，你大，是吗？真的嘞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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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真的真的呗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我要把胸部遮起来，不然大家开始看。不是，哎、欸，这题很难回答哎、欸。我认真去想也不太对。不会啊，你就认真想啊。我说我知道。你认真想啊。你认真想啊。我可是我不想想啊。你认真想啊。我不想想啊。是。不想想啊。是哦。我不想想哎、欸，你大嘞，肯定你大了，完美比例哎、欸。好了，赶快出你的最后一题啦。你觉得我会爱你一辈子吗？当然会啊！送分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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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遭打死了是不是啊？然后结果说我被打，你很不了解我哎、欸。怎么不了解你？你出那什么刁钻题目啊？还好吧。是我出的题目。我出的这些问题是让你真正了解我的问题。出了最后一题了。我们玩这个游戏哈，也是想要跟各位讲说，我们之前有一集新鲜感，就是说，尽管你觉得你够了解对方了，其实你还是不够了解。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更了解了？对啊。知道前女友的 cup 了。好不好？不要去记前任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记的。应该是你大吧？啊，应该是你大吧？你在思考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想说，你身材这么好，肯定是你大，就不用去想，没有去想。你是在想吗？我没有在想啊。是吗？